完了，我觉得今天应该破不了了。玩那么久才19%哦！哇塞！啾啾的奇妙幻险，啾啾，乌力，乌力。然后这个我还不知道怎么解。好，我们昨天玩到哪里来？不是昨天，上一次玩到哪里了？我们是来到这个地方吗？我要稍微熟悉一下。然后不知道什么这边都会有这个奇怪的木头，这边有一个线连接的这么的长，接到哪里啊？哇，这接到这上面嘞！啊，我要把它关掉，我必须跳到这上面去啊！完了，我已经无所适从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。What？ 突然不知道该做什么。哎、欸，刚刚过一早。嗯哼。哦，可以从这边上去。可是上来又如何？我又不能利用这个方块去压它。是啊。看没反应呢、啊。我不知道这到底干嘛的、欸。哦，这又是干嘛的？到倒数十秒。哇，我又看不懂了，我又看不懂了这个。哎、欸，这边谁进来、欸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变成一个踏板，然后这个人呢？听说上面的房间有强大的工具。哎呦，再试一次。嗯，从哪里啊？从那边跳，从那边跳。你看，我们应该可以直接跳到上面吧？嗨，安安你好。哦呦，然后再跳到树上，完美的落地。他说这上面有一个强大的工具。哦，是有多强大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好，进来了。踩踏鞋，哦，按下 Ctrl 可以踩踏。哇，哦，原来这是这样子弄的。哎，那这样子，我们刚开始第一个关卡有一个地方需要用踩踏，就是用这个哦。哎呦，解锁了，解锁了。那这样子。照他这样来讲，踩踏那我是不是应该踩踏这个东西？哇塞，还真的，这么酷，直接接回来嘞、欸。我看一下他在讲什么。橘色的跳板让你无法控制落点，蓝色跳板让你控制落点。啊？然后呢？哦，死耶！还有吗？这可不可以打、啊？哇，我可以这样子开宝箱吗？哦，喂，这位有点作弊啊！用这种方式哦，隔空取物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我捡生命哎。哇，生命值加5哎、欸，干好作弊哦、喔，捡到手了。老头平常都在做什么？吃饭、睡觉、打东东，拢伫咧食饭、休困、拍东东。这边应该也可以践踏哦、喔，这里可以践踏，没有错，水哦、喔。
哇！亿万富翁，瞬间变有钱。欸，原来这边有小黄人哦、喔。是什么？你弄坏了我的屋顶，你有没有听过敲门这个词？没有，因为你不开门，不好意思。哇，身上怎么会有这种？是他这个桶子有蓝色的气耶、欸？这毒品是不是？耶、yeah, ，原来这里面都是钱。哦，吓一跳。然后呢？还有什么可以玩？战手好像没有了。老头几时出第三季方舟？那、啊、就没有内容了，要怎么出第三季方舟？没有东西啦、啊。第三季方舟也要建立在它有没有新的内容更新啊？我是指官方的内容哦。哎，我是指官方的内容哦。啊、奇怪，我直接这样子弹下来啊、哦？等一下，我好像瞬间懂了什么。嗯，不对啊，啊，就很单纯，只是弹过来而已啊。哦，原来还要加二段跳跃啊。哦，直接回来了，那我自己可以踩了。哦，那我可以这样上来啊，这个嘞。啊，这个踩了没有产生任何反应。啊，踩这到底是干嘛的？看不懂。老头会玩 GTA 5吗？应该是不会吧。你看我的影片，哪一只是 GTA 5的？没有吧？所以说应该是不会啊。我上来了。老头看不到钱，可以移一下吗？你要看钱干嘛？我可以告诉你多少钱啊，99块而已啊。我看一下啊。如果你要移是可以的，我觉得这样子更挡，你不觉得这样漂移很诡异吗？然后我又不想要移到右下角，嗯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还是放下来好了。安内卡习惯。是什么？香蕉？红月看起来很有价值，为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关键道具是不是？哦，瘦嘎，哦，瘦です。这去哪里？哦。注意哦，跑到这边来了。还有路吗？哎、欸，还有哎、欸，又是钱。好，现在可以跟各位报告一下，我现在113块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几霸？几霸？哎、欸，台语怎么念？几霸？杂几，哈哈，几把杂杀，完了，我的台语老师要哭了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台语老师，对不起 ，I'm sorry。没黑台语老师啊，吼。嗯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这里是哪里啊？我怎么感觉我好像绕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里是怎样？
咚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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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边又不一样嘞。这边又不同嘞、欸，哎、欸，再一次，不够高，哈哈，让它升高一点点，哦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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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靠，大魔王呢？吃。为什么这会有那种很像蜜蜂的声音？我是不是快到了？140块钱了，哇，好多敌人！我先回去看一下好了。老头吃鸡吗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没有吃鸡。我发现，哎呦，我发现这些墓碑有点怪。打开护盾产生疾病，跳到墓碑上面。护盾产生器实际已经打开啦、啊。我靠，这边敌人也太多了吧！我看到小蓝人了。哎、欸，会死人啊，哥哥。哦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哦，好家在，他是可以践踏吗？我都把护盾全关了。直接不能踩爆、啊！骷髅是小蓝人吗？不是啊，就单纯是敌人而已。几时出方舟第三季哦？我刚刚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，我不想再回答了。你没有听到就算了，好不好？真的，我已经回答过一遍，我不想要再回答第二遍了。哎、欸，没听到就当作没有听到吧。那就代表你没有认真在听。嗯，没反应。那这个是干嘛？攻击也不会动。钱可以干嘛？买东西呀、啊！钱可以买东西呀、啊！怎么感觉这问题有点……嗯……哎、欸，我终于可以过来了。哦，碎啦！啊！干，算了，先把桶子交给他好了，看有没有新的道具。多一个吗？是这个吗？伤害加10是不是？先买了。然后我还有104块金币最大量，买一下好了，我可以540块钱了。所以哦，我等一下我那边要再重跳一遍了。刚刚有个红色立场的东西是不是开放了？有，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，再走一遍，再走一遍。刚刚没跳过去啊？我记得我昨天就是在那边就没玩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昨天好像是在那边就停止了，对，这个地方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这里呀、啊，我上来，哎、欸，那边还有一个啊，呜、哦，把它打下来，水。
然后这边貌似还可以再上去，然后有我上来了，哇，越来越高嘞，真不能踩。 这边有什么啊？我应该要跳到对面的树吗？然后还有前面那个，哎呦，哇哇哇哇哇哇！这也他妈也太凶了吧！把我走这里。哦，是哦。钱，怎么感觉这些宝箱大多数都是钱，不是加能力啊？与其是掉钱，我还不如比较想要加能力的东西。感觉比较实际一点。哎，啊，算了，掉下来了。还要拍方舟吗？嗯，这个东西呢，我之前也回答过了，所以我不想再回答了。 好吧，是干嘛？会变颜色哦。那这个应用在水管上面吗？我现在发现穿过去会变颜色，寂寞的哭哦。原来这个是这样子搞的、哦，马上就有人让你试伤害了。 不错不错，哟，然后呢？这边门，哎呦，哦，原来是擅长潜行的朋友啊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呢，吓一跳吓一跳，这个也很妙哎，这到底是干嘛的啊？ 你穿过去变颜色而已啊！还是说对那个颜色射到那个黄色水管里面哦？哇，这是怎样神一般的操作？有点猛啊！一文字使出啊！这已经不是知壤了，哎啊，先生请回头了，这不是知壤啊，麦哥知啊！虽然我很想破修罗啦，但是哎，先不要知，先不要知。 还要把护盾打掉，真的是有够麻烦的。笑什么东西？糗嘞！我先去把它关掉，不然太硬了。有了，关掉了。哇！你们都得死！ 智囊转世，我在哪里啊？嗯，走这里吧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下面还有那个桶子没有交啊，我突然忘记我有桶子这回事了。我们把它射下来嘛，对不对？桶子去哪里了？哦，下面白色桶桶，我们把它交给商店的商人，看有没有新东西。 什么？欸，他不吃这个木桶欸，那你到底是干嘛的啊？这家伙不吃白木桶，哪里鬼？啊，我知道了，哈哈哈，我知道怎么处理了。不好意思，给我一点时间，好吧？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我马上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给他一顶颜色瞧瞧。 应该知道我要干嘛了吧？好，然后我需要血，快点，给我血！啊，找到了，这是血，不，那个血的英文怎么念？忘记了，对不起。啊，差点讲成 brother，brother 是哥哥，<笑>谢谢，可以交功课了。
这是在挑战个人智商吗？还是在练功啊？都有吧。我觉得大多数的时间都像我刚刚在玩的一样啊，都在解谜。好了，感谢你接受，生命加15。好啦，买了。好了，我可以回去刚刚那个鬼地方了。先回去再说。我觉得我们有缘，一定可以再回到之前前面两个关卡的。时间早晚的问题。老头真聪明，嗯，真的很聪明，老头弟，老头棒，老头帅，老头的第一，啊，是不是？我没说错？你看，我看到上面有一个了，真的是很抱歉，被我看见的都没有啊，被我看见的桶子没有一个可以幸存下来的，全部都要被我那、啊、交出去，为什么打不掉啊？还是要有距离限制。哇，什么东西？干什么？是没有被我扒过，是不是？太远吗？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请容许我再回去啊，再回去一次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时候来啊！啊！躲开哦！干什么东西？护盾关掉了吗？为何怪还有护盾？没有了吧？没有护盾了吧？我刚刚看都没有哎、欸，我刚刚看都没有护盾啊！哦，在这里找到了，拍马屁者鞭。没有这项规矩，没有这项规定啊，没有这项规矩，枪的伤害加枪的枪伤害加15%，不要啦，我没有钱了，那、没有这种规定啊。我现在发现这是之前回去的路，是吗？看一下。这是回去的路吗？这个是这里。我靠，上面还有哎、欸！那你是要怎么过去啊？这种高度再怎么样也是跳不上去的、啊。太高了，看来我就目前没办法。喵！对啊，怎么跳都不可能到对面啊！我还是算了，先回去，我先去别的地方。不要想了，老头，再想下去你就卡关卡到死了。啊！你就卡关卡到死了，各位。嗨，小康安安你好。然后我们那时候要走这里嘛？我刚刚是死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又来了。I come back。结束。你们觉不觉得这个可以跳上去？我觉得可以。我来了。好，算了，放弃。我要走这里。老头，你有女友吗？没有啊。干嘛？你要做我的女朋友吗？欢迎欢迎。一日女友。人家拍一日系列啊，那个一日女友不行。太多了吧！
干，我又要死了，不会吧？哥哥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好险啊！差点就看到人生跑马灯，再跑一轮了。居然有一个下水道，我们要去找忍者龟了吗？啊，米开朗基罗，我们去下水道看一下好了，看可不可以看到米开朗基罗。老头的影片让我觉得人生不再那么无聊，反而更有趣了，真的假的？哦，耶，哇，终于有捷径可以走了，我跳到这边来了。哦，原来这里是接到这边来啊，这么酷啊！原来如此，我就说嘛，这个水管一定有它的用途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就是这样子。高速传送，传送过来了，被我说中了，这个嘞，这不用想，一定从上面嘛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这个缝隙看得到里面是水管，但是我进不去，算了。然后这是那个什么老虎钳还是什么钳子的，看设计也蛮妙的，设计成一个平台。然后这个水管貌似好像要靠电力才会打开的样子。然后这边居然有一个锁头，到底是要怎么处理呢？有洞穴。有血，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血？跳下去，看到宝箱了。践踏范围加50。好像并没有比较好的感觉，普普通通。超级玛丽哦。其实他吃金币的这个元素其实很像马里奥啦，就是这个冒险游戏有掺杂一些还感觉蛮不错的成分在。哇塞，居然还可以到地底欸，这个不就是之前我们从那边走过来看到小蓝人没有，就是说没有干净的水源的那个部分吗？对啊，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啊？我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啊？哎，这里好黑哦。对啊，这是我刚开始玩的那个下水道嘛，是不是？欸，可是这里封住了欸，没有别条路可以走了，走开走开，不要挡住我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如果这边可以过的话，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去原本那个第一个关卡了？完了，这里过不去了，算了，对吗？那个时候是看到小蓝人在这个地方嘛，我们现在如今又回来了，这样子，我那里上不去，算了。怎么突然有 BGM 呢？啊，是要打架的意思吗？哎，有宝箱，我看见了哦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所以暴击几率加5%，很可以。
对哦，还有这边呢。两边各一个宝箱，我不知道我跳下去会到哪里、欸。最近 YT 的一件大事 ，PewDiePie PK 第一名。其实我觉得订阅数真的已经不重要了、欸，谁第一谁不第一，我觉得并不会影响你对于这个实况组的喜爱。说真的。刚开始觉得他们在比还蛮有趣的，但是我看久了之后，我真的觉得有什么好比的？对啊，就真的觉得有什么好比的、啊？就算订阅数超越 PewDiePie， 那又怎么样？对啊，就算超越，那又如何？我还是喜欢看 PewDiePie 的影片啊。不会因为这样去看那个宝莱坞的东西吧？算我这样直接跳去看会怎样？会不会死掉啊？这里是哪里啊？第一次来，枪的伤害加五。哇，这里好，应该这样讲，好迷雾。哎，钥匙。哪里过来？居然有钥匙！不知道用在哪里哦，探索一下。开场被你抓包的小蓝人，对，哎、欸，这里有水管。等一下哦，我先去稍微看一下周遭。太黑了。只好这样照。周围好像没什么。那这样子，我带水管过去，我有没有办法？我有没有办法直接那个啊？直接传过去啊？没关系，我们等下测试一下就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测试遍就知道了。忘了钥匙在哪里？哇，我把钥匙丢到哪里？好像是在这里，是不是？啊，看到了钥匙 ，G58 钥匙。中间有一段没看，怎么感觉都出好多东西？就道具啊，多了一些道具啊。哎、啊、呀，水管呢？啊，在这里，可不可以跟着一起进去呢？哇，我把它带出来了哦！原来是从这里来哦。我还会跳哎，这么猛！来，跟着我走。然后钥匙开这个地方 ，good， 哦，弹跳，你把我弹到这里来，不对啊，要弹到这里来，我还要再走回去，不是一样意思吗？何必这么累啊？还说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那个、啊？没有啊。有一种打 BOSS 的感觉，可惜这游戏我玩那么久，只有遇到一只小 BOSS 而已啊，还没有看到那什么很大只的什么之类的，并没有看到。呜、哦，哇，好多，赚钱喽！这游戏居然还包含三国无双的元素，是这样子吗？
哦，还好他可以让我弹回来。啊，所以我这么千辛万苦，就只是为了这个吗？啊？傻鬼啊！还说弹过去的那一瞬间？ 弹过去我也不能控制方向啊！我就他妈被强制传送过来了，什么东西啊？吓一跳！然后这个也不会动。喂喂喂！哎，吸呀！ 还是要开防护罩啊！再看一次他讲什么好了。打开护盾产生器，并跳到墓碑上面。打开它，并跳到墓碑上面。什么？既然你都诚心诚意的问我了，我跳上去就是了。 我觉得摸摸好看，哎呦不错哦，恐怖游戏嘛。为什么我受伤了，哥哥？还都说这跟打开护盾产生器有关联啊？你看他就在那妹子看看上去，上不去啊，太诡异了。 这看一下他说什么，这一定是某一种提示。哦，他都是这样讲的，那我是不是直接从这边跳上去？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！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利用这个护盾跳高，脑洞真的开得很开，这谁会知道啊！我的天啊！老头，这个枪可以集气吗？不行，我也想要像洛克人一样，但是不行，真的没办法，你多高他就弹多高。 我知道了。喂，不见了！我终于上来了。好了，我到底开了什么鬼？这什么？哦，发炮了。哦。 终于有点进展了，卡了半小时以上哎！嗨，你好，用你的枪捡起超能球，然后按住集气。超能球在哪里？嗯，你这边嗯嗯嗯，傻鬼！ 该不会是这个吧？他说超能球是不是这个东西？哎，会反弹哦！死给！
What？ 然后我要这样子让他三连射射上去，有毛病吗？用我的枪，用打的还比较实际吧？还是我这个枪之后会学到什么吸收能力之类的？哇，吸进去了！谁会知道这个可以吸啊？你以为是史莱姆农场啊？刚刚有人问我说：“老头，这个枪可以集气吗？”现在我已经给你答案了，可以集气。门开了。什么？这个磁力场会摧毁超能球，所以说就是不能把超能球带过来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好酷哦！列队时间有够长。哇，这个是足球场啊！我很好奇，教授拿我们充能枪做什么？需要更多的玩家，现成的，死给射人啊、哦！被射了，被射了。老头，你觉得你的帅是几分帅？这个我觉得自己打分数就有失公允的吧。我觉得这个你们自己评分吧，好不好？这种东西就你们自己评分了，这个我就不方便了。不然到时候有没有说啊，老头自肥，是不是？我怎么说都不是吧？破盾者是什么？为什么是一个小兵在这边啊？你的子弹不会再被骷髅士兵反弹的。所以呢，哇，这边的价格都超级便宜，我还不先给你买爆。什么声音？买完它就消失了。原来这是什么、啊？好帅啊！那有把改过的超能枪给你拿去射穿。嘿嘿嘿，弹回来了，好笑。回来，球。我自己吸耶，好好玩哦！好的吸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改过了超能枪在哪里？快点！我靠，这边怎么？我不能换衣服啊！我怎么了？假骗人！哇，你就待在这里吧，快放我出去哦！同人不需要水。祝你今天愉快。哇，还有剧情呢！哇，玩了这么久，终于有一点小剧情了。快来救我啊！他走了，哇，是谁啊？帽子是彩色的。我拿了教授超能枪给你改。击中角落的部分，先使用主要射击，然后用次要射击模式子弹啊。次要射击。光速射击啊，就只是多了个右键而已，讲那么复杂干嘛？这是什么？那我这怎么解啊？会产生爆炸。然后呢？为什么？这里的、
啊，还是没有开啊！这里，太慢了，怎么过？ 啊，那边是有玻璃。哦，刚刚那是一片玻璃，难怪我射不到。要记住，你能运用这些组合聚集敌人，群聚的敌人，或是打中一般打不到的地方，你可以一次射中多个。好哦，然后这是什么？感觉好酷哦！ 我的枪枪强化的这样子，死给拿！好，我先捡一下钱。<笑>我对了玻璃色，抱歉抱歉，哎，老头演技不好。I'm sorry。然后这里没东西了吧？不过我还可以上去呢。 感觉我可以上去，没有错，我可以，我就知道有宝藏，但是我掉下来了<笑> ，No，Nope， 哦，暴击加五，好，这里是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要走了。哎，红人进来了，哼哼，哇，抓到了！哎，他帽子不见了，哦，抓到了，没有翻译完全。 他就不帮你开吗？啊，打掉帽子还有成就，啊，他就是不想帮我开，我也没办法。他就是要我学会啊，啊，学会如何使用这个东西，不然我永远不会知道。好，我要走了，可以射吗？他走掉了。哎，还有这个，我很好奇，哎。 这个感觉，你看对这个有产生反应有没有？这个是不是到时候可以把它溶解啊？这样子的话，我就可以回到第一张的图哎。你们看，右键对着它，它会直接就是变红色的。但是按久了没有任何反应。 我觉得这到时候应该是跟我的那个枪支强化上有一些关系哦。怎么他直接过热了吗？算了，这之后的事情。老头女朋友嘛没有，等你介绍。很有钱。哎，这是球不是钱哦。搞错了，抱歉。哦，好大金币，好爽。 他学川普吗？那个发型还蛮像川普的发型，可是刚刚成就上没写。嗯，这个之后应该会有什么作用吧？哦，然后这里是走这里，试试看。Sweet，太棒了！ 哈哈，右键伤害高不高啊？右键没什么伤害，受痛，笑嘞。这边是新的区域啊，我现在看一下这里有什么。
不行。哇，快死了！补个血。这里到哪里？原来这里是走这的、啊。哦，那我可以。哎、欸，这边还有个水管哎 ！Oh my god！ 那边的金币我吃不到。等一下，我先回去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摸一下，逛一下。应该还有其他东西吧？逛太快了。对，像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东西？没有。老头第一件事啊，你这个这干嘛了？是把球放在上面吗？我感觉好像是哎、欸。可是我这样来不及接啊。看可不可以挡下来？这里挡了下来吗？欸、可以。为什么？啊、有了！哦，死给！还有它是永久性的、啊，新的区域，好，待观察。然后这边有个按钮。原来是通往这里的，好、哦，按错了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哦，我大概懂了，我大概懂他的意思了。这个水管呢？是可以拿来发射的，是不是？我就知道，没有那么单纯。老头对巩立方有兴趣吗？没有，没有兴趣。颜色不对，哎、欸，上面又有东西可以玩了，各位，好爽、啊。可以熔铁啊，小红人刚刚有跟你讲没听到，可是我刚按了没屁用啊。然后先把这个打了，开门了，再看一次，看他不想跟我讲话了。他说可以熔铁，但是我按了啊。弄不掉啊！你可以用你的次要射击。再讲啊！你不要话讲一半啊，哥哥。融掉这些血，但是你要够了才行，你还需要更多升级。对啊，他是说我还需要更多的升级啊，我还没做到可以更多的升级，还是有限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这个管子要射去哪里。快啊，射到这边行不行？呜嘿，没屁用、哦。
应该可以射向那个房子上方吧？看一下这样可不可以？飞呀！是不是？组合攻击伤害加25。枪的组合攻击哦，就是这个再配上右键啊，引爆伤害加25，行。再看这里，没有从别边出来。好，我要走这条。欸，不对，这是回来的路。对，我要走这水管，我看这里面有什么。哦，好，我懂了。但是在飞的这个时间，我可不可以操控啊？我可不可以随意操作？哎，泡菜安安你好，这样是不是一些高处的开关就打得开了？对，高处的开关就打得开了。就是要运用这个道具，看会控制。不行，我不能控制方向。欸，故意让我站在这上面的吗？但我还是上不去啊。没有错，我还是上不去。刚刚下课，安安你好。欸，上面有东西耶。哦，这是怎样？我可以把你炸了吗？没反应。我攻击高到可以直接秒掉那个骑士，欸，直接这样敲一下就去了。欸，这边我没来过。这个要弄球，哦，这边有一个按钮，我吓我一跳，往我脸色。可以哦，有，把他打下来。欸，没有，太高了。没有反应啊。到底干嘛？吃不到。我知道在干嘛了。这边一定有个缝缝嘛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不行，怎么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？啊，这里啊，抱歉。是不是？屋顶可以踩吗？你是说用践踏哦？要看木头，如果那木头是有纹路的，那是可以啊。生命回复加5，但是没有纹路是不能踩的。奇怪啊，这边我吸黄色的球是能干嘛？